各位老师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美味菜鸡艾蜜莉的瓶中戏。那这一次我要从57到60，那下一次的话我就是从61到65一整个全部完结这个游戏啦。那究竟艾蜜莉的爸爸还有他妈妈是否能够终究和好，我想就在后面四个关卡能够看得出来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啊，差点忘了，还有最重要就是阿公是否能够唤起他的记忆。我看一下我的钻石目前能够邀请谁，223 OK， 这两个好。那现在就只剩这位胖胖的那个维尼尔，以及应该是最后的主角那个阿公才对了。阿公的话我估计加上前面的话应该是够了。好，不管了，开始吧。哦，爸爸回来了，真是一件好事情啊。
那个无论自长自短，我觉得应该是指生命的、啊。这样讲好像有点蹙眉头的样子。哎、欸，我还是玩到同一个吗？对啊，我又点到同一个，哎，奇怪。
好吧，虽然没有找到老鼠啊，不过至少挑战成功了，找了找好久。
好，来到第60关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点到外面去了。可恶，刚老鼠跑掉了，算了。
为什么会是黑色的、啊？大概是破土吧。我先调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好了。好吧，看来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突然就破图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回事，为什么突然破陀，这个真的有点太可惜了。好，那游戏影片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那边居然会破陀，真的是太那个了啦。那也现在就跟各位先说声抱歉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呢。啊，下一次就是61到65的，我想应该就是一额外的小小故事了吧。那剩下的挑战我就自己慢慢玩，还有包括一些物品解锁了。那这边的老鼠都找不到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